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简单的四瓣花。下面我们开始，首先给大家展示一款相似的，这个是荷花，四个瓣的，旁边是玫瑰花。你需要用到一张正方形的纸，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，首先两个角对折。展开，另外两个角对折，只要压一下中间即可，压一下，展开，看这交叉点，把四个角折向这个交叉点，再次把四个角折向中间的点，然后需要翻到背面，再次把四个角折向中间的点，然后展开一些，四个角展开，翻到背面，看其中一个角，把这个斜边折向上面的边，折痕折到这个斜线这里，右侧也一样，折痕压到这个斜线这里，四个部分都一样。放到背面，我们看这个角，这样把它弄一下，接下来再按照这个折痕往里折，这个角要翻上来，看一下这个效果，然后调整一下，翻到背面，沿这个边把侧角往下折一下，这个角往外折，
放回来，调整一下，最后处理一下四个里面的小角，小角稍微往外折一下，最后调整，这样一款四瓣花就完成了。看完视频，你有什么疑问或建议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更多视频请关注折纸王子，喜欢就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加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